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。你讲伊戆诶，伊无戆；你讲伊笑诶，伊无笑。伊一直看，阿起来了，吼，过时阿起来，脚趾尾爆爆，足欢喜，四界行。你讲伊笑诶，伊无笑；伊戆诶，伊无戆。啊，伊咧自信看对吧？所以起来，一个为山咧是一个足欢喜诶小朋友，五六岁尔。啊，伊足欢喜诶，是安怎？见性。所以咱这佛像都予咱见性的，予咱引导咱见性，见着什么？慈悲心、欢喜心，予咱看到咱人那么慈祥、那么安详，迄拢是自性见性。好，咱大家知影，戆的人、无智慧的人、甲有智慧的人，佛性拢无差别啦，佛性绝对没有差别啊。只是咱有个人投胎来世间，咱的身体投胎来，咱的身体有的机能较侪层，有的人机能呢好较有高病，啊，有的人身体机能呢有缺陷，但是伊本身的本性拢无差别，伊的自性无差别。等于讲咱的开车，好，咱开车呢，我技术拢驾照有摕到啊，要开车。啊，是安开袂紧，我开着一台单缸啊车，啊，你开一台好的车，伫迄个路上伫行，你就较袂故障。你伫行就行较紧，我开咧，行到倒位就收你到倒位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的身体都是那一台车，一台机器。啊，不，咱每个人的本性，咱拢有佛性，咱的佛性都无差别，咱有智慧的性。智慧的性拢无差别，啊，只是咱的无法去表达出来。啊，那像有的是臭鱼人，臭鱼人呢，伊一定兼下狗，哈，哑巴呢，哈，啊，恶龙呢，一定真哑巴，一直听袂到，哈，听不到，哈，听袂到呢，伊当然无法度去学习，无法度讲话。啊，咱哪个啊臭鱼人呢？好，你这无兼会无臭的人，伊会到咧。那么接下来，伊原因是倒个？伊喙齿根倒幼，喙齿啊，咱齿根倒幼，啥物事倒幼幼掉咧？你爱去用加齿根，齿根加掉咧，伊只我就叮当那无咧吼，倒幼掉咧，先讲只喙齿黏黏落落，哦咦哦，讲袂出来。但是伊想要讲诶，讲袂出来，啊，伊要想表达咧，表达袂出来，啊呐。一自性原来嘛有，经过看咧，吼、哦，甲听到，吼、哦，伊要表达袂出来，所以迄个身体的故障，啊，身体的故障。那佛就刚咧开始讲，佛性本无差别，佛性是啥？一点灵光，一点灵光，就像太阳那么大的灵，那么大的光。所以，这个银河系内底所谓光啊，伊拢是光甲光的照耀咧，吼、哦，迄拢是叫做佛性，啊，叫做智慧。总共一句咧，咱每个人拢有伊生存的法则，啊，万生万物嘛有生存的法则，蚊仔虫嘛伊有生存的法则，吼、哦，迄拢叫做佛性。啊，以前甲各位讲过啊，荷兰的。好多，超过四五年前啊，哈，咱伫咱西里疗房，哈，袁道啊，哈，咱袁道师兄啊，啊，一困嘞，向我早时起嘞，高遐万几啊万只哦，几啊万只，安尼辛苦变个微条条，拢微嘞，好起来嘞真懊恼，来问我师傅说，啊。
我安尼吼，唔知安怎，迄狗遐规间房间内，我无在去困，唔知要安怎，有啥办法？我伊嘛有佛性啊，伊嘛有觉性，伊嘛有觉性。我讲你个，甲点香嘛，写做写一个纸，哈，甲打咧。你甲讲啊，狗遐讲，狗遐无，这个是我私人个所在，啊，你莫在遮，吼，你竟然对你个所在去。啊，若无食吼，你话伤着吼，话伤着就歹势啊，香较差咧，啊，就是过有一时啊入去，啊，走了了啊，啊，走了了咧，迄暝就咱吴师兄咱往生去啊，啊，伊也往生去咧，啊，伊就迄暝咧，啊，规暝无倒困，啊，坐伫小卡咧，啊，则迄缘道咱缘道师兄咧，啊，看安尼，你问吴师兄是安那，伊讲狗兄都拢伫我房间。遐只拢慢慢，我无在了困，唔敢困。伊只啊，缘到了个笑，这早起我讲叫伊去别位，结果走你隔壁去啊。吼，那说伊有觉性，伊有佛性啊。啊，走隔壁了，当要安怎？用师傅都叫啊，写用写写甲师傅甲讲，吼，伊就如法炮制了。那吴师兄咧，啊，伊就啊叫。用迄红纸写来，甲大一边讲啊，小香甲讲，狗也讲，狗也无，这个所在我修行的，吼，你去对别里去啊，吼，啊香较差嘞，一下看嘞，狗遐就排队排队出去啊，排队伫出去，啊拢会看伊，看看就出去，看看出去啊，哈，走了了，伊咪在困呀，你讲狗遐伊捌字，狗遐嘛捌字啊，是，哦，咱是师兄，哈，那么今日来无，酷风帽。好，刚来有啦哈，啊，迄阵恁咪高雄几大堆，吼，啊，要咱一个谢师兄，咱伫大环寺，吼，啊，迄高雄伫我魂力经啊，哈，那么马金杰啊，啊，一个下大雄馆，大雄馆啊，高雄无想要走，我讲你大雄馆你看袂着，你个大 A A 啊，你个大咧，阿摆就冇高雄入去啊，你大 A A 啊，高雄有看啊，高雄只细只，哦，伊就袂入啊，是安尼。哦，所以狗遐伊嘛伊嘛佛性，伊嘛觉性啊，佛性都是觉性啊。好、哦，咱有觉性呢，这是无量劫以来所产的。那么咱一个人有觉性，狗遐嘛有觉性，万性万物拢嘛是咱照用的尔啦，咱照用的。好、哦，身体咱若无因缘投胎对人来，哈、哦，咱就投胎对其他的动物。哈、啊，叫那个投胎对其他的畜生去，哦，这拢是有觉性。啊，是安那？迄动物你讲伊有觉性呢？咱看牛，若要甲抬的时啊，牛要甲抬一抬，伊拢先知牛，然后都戆牛戆牛，放抬一抬，你也唔知。啊，要甲牵一抬的时啊，伊戆戆，伊敢知影好靠，啊，知影好靠，知影烦恼，伊袂晓要走。牛对主人忠到安尼，即使啦，他要往生去啊，吼，伊嘛甘愿就着。你看，哦，所以各位。大家啊，咱对任何一件动物啊，咱无创啥，莫随便去甲伤害。较早我唔捌头鱼啊、鲤鱼啊、电鱼啊都电过头呀，吼、哦，就算讲你歹运，吼、哦，发电你，吼、哦，啊以后我也袂过来电啊，我也袂过来偷啊，吼、哦，较早就算伊歹运，可能伊欠我，吼、哦，那么以后咧，我咱就莫去甲伤着。啊，昨昏啊，我去国父纪念馆参观。哈、啊，一个哈、啊、林风眠大师一百岁啊，往生去啊，哈伊咧，这个合作哈诶展览，伊作品的展览咧，哈、啊、我讲，其中一幅图咧，哈人咧，哈、啊、画一个人，内底一尾鱼啊，合作剑鱼，伫伊胃内底拍瘫痪，一尾鱼啊甲胃拍瘫痪咧，合作剑鱼啊，好剑的鱼啊。巴肚底就是讲，咱食鱼咧，巴肚咧，哪一支剑在刣咱的巴肚？我见面讲，哦，这个大师啊，啊，这已经就觉醒，提起咱爱有觉醒，啊，所以咱任何一件代志啊，咱爱较客观，怎么客观呢？等下大师会甲咱讲，大师会甲咱开示哈。
佛性、觉性，大家都有，哈、哦，大家都有。啊，既然每个不同啊，每啊，咱有人每起的是，哈、哦，甲有人开个不同，那有的人为了做官，哈、哦，去做官，做官呢，啊，惊人，啊，人自己的私心啊，有的人伊就用想尽办法。无中生有，要甲摸黑起来，我感觉黑就是无个性，黑就是迷去啊，迷了啊！阿伯一定才有他忏悔的，咱哈，咱若莫为着自己的利益，想尽办法呢，要来甲人摸黑，一个咱佛弟子，咱能够一当忍就忍，一当受咱就受，咱时时以一个心啊，可怜他人。同情他人的心，可怜他人，同情他人的心嘛。你咱都是有智慧的人，咱都袂去要袂去。咱有个人啊，哈，人都无智慧啦，你就一直要甲听到底，上好你唔莫甲听。你若甲听，你就袂去啊，你就迷了，你就无误。咱啊，原谅他，同情他，可怜他呢，哈，你就是一个。有开悟的人，所以有开悟甲无开悟咧，一念之间，但是差天甲地，差天甲地。好、啊，咱这位师姐啊，老菩萨，啊伊个查某囝囝新妇咧，好、啊、对伊咧，无讲真正尊敬，啊，就等于是囡仔的表达方式，对师长的表达方式咧，就较无尊敬咧。哈，那么有一天，两阿嬷带起来，带起来拜老祖，甲拜观世音菩萨。问我老师啊，阮新妇、阮查某囝、阮后生有够无款？哈，当当地问我讲，哎，银行有剩偌济？哈，伊甲伊老母讲，甲老爸讲，你今日过花，哈，免以免后以后有这个爱靠锦衣水，哈，靠这个啥衣衫水。啊！现在看这两个囡仔、查某囝、新妇咧，大家都足费力。哈、哦！啊，那么伊问我讲，老师要安怎哈？我讲真简单嘛，你得个过海，哦，你个过海，准无去，欢喜甘愿个过海。啊，你咧，归心的讲世间就是这样无情。我世间我未瘾大，我要来西方极乐世界。伊就听着。老师，我听有啊，我名不爱过海，哦，但是我要修行西方极乐世界，才是我道。世间未老哩，世间就是这无情，哈、哦，亲情比一张纸搁较薄，比一张银票搁薄，哈、哦，所以我要好好修行。我两阿母要出来修行，到尾真正两阿母咧，啊，走去南部修行，搁无偌久咧，啊，伊个囝。查某囝新妇走了新婚事，来遮要甲讨人。吼、哦，阮老师啊，阮妈妈、阮爸爸讲要来新婚事修行，吼、哦、出家，啊财产还袂过咧，就出去。啊，我无啊哪有，恁妈妈有来啦，我叫恁妈妈甲恁爸爸讲，甲财产过乎恁咧，吼、哦，我要甲讨人情啊。啊，哈哈，换了个过乎呀。好、哦、啊！恁妈妈、爸爸无过好了，无啊！你有安尼讲，我有啊，佛祖作证。吼吼、哦！啊，我讲你呢？好、哦，我而且来甲你妈妈讲，甲你爸爸讲，紧呢去找一个道场出家去修行。这囝的情啊，吼、哦，比钱片迄、那个钱的一张纸情搁较薄。吼、哦，就是去修行，我则无你入房去看卖，啊，就真正去看了，一间塔，一间塔。我有找着，无咧。老师还阁抓房无？咱啥拢还袂去。我做干呐，总也共十二间。哦，啊，阁要甲天坛哦。老师内底有秘人无？我天坛无外人入去住。吼、哦，迄是我伫遐咧修行，甲伫遐祭天咧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伊讲老师啊，我唔对啊啦，我你唔对，你要咧问讲，迄、那个财产无过。吼、哦，我恁有个性啊无啊？有个性啊无啊？个性啊无啊？啥叫个性？哦，啥都觉醒。我恁有觉悟到父母的天地的恩情无？啊，讲就听无，干了财产上好，钱上好尔。所以两老咧，就走去出家，到尾啊，
查某老的就成剃刀，查某老的啊就靠责任看袂开，所以伊无剃刀啊。有一天就阁带起来试咧咯，过些一过不几年啊，吼，阁起来试。啊，老师啊，谢谢。我发觉就是安去修行心正的平静，我去修行了心正的平静。啊，我囝有来找无？我有啊，你囝遐么找人，要来甲抄人诶？哈咧，啊，所以爱有这个觉性，你觉悟着世间只无情的代志啊，你就爱找有情的。有情是啥？智慧，爱有智慧。哈，真正智慧是陪伴咱生生世世，唔是钱财陪伴咱生生世世。啊，各位，咱哈爱了解就讲，咱买甲五，咱来买去，各项代志，感觉拢。哈，咁么烦恼就特别多。咱若五咧，咱若开五就是啊，咱烦恼就无去啊。所以这两位老菩萨咧，伊有五着，开五着，有觉悟着，觉着五着。哦、所以咱一个人，迄嘛是爱有一好啊善因缘啊。那么伫武峰有一位啊出家众，阮阿只查囡仔48岁，吼、哦，已经有结缘过，啊在三年前四年啦。啊，我一工咧去迄间寺咧，或者啊乾隆寺，啊我看，我你今仔要唔出家要创啥？要到罗老师，哈、哦，我等下了三工，伊就随剃刀。阿弟到嘞，好了，有一天起来，我这做做上面的那些庄严嘛，伊那师傅啊，老师啊，我好做，你甲讲甲讲着我吓者，我是人所戆呢，戆几下讲，我今日甲四叫师傅甲剃刀，剃刀了头壳才升起来，你看，啊，因为人生了水，人生了水嘞，头毛老会露水，哈，啊，露水嘞，你就露唔甘剃刀，啊，烦恼就露济。啊，心想要出家，但是呢，吼、哦、放不下三千烦恼丝。那么一旦剃掉呢，我哦，发上庄严，比原来呢，吼、哦、老头毛瓜水，头毛型爱足侪型诶。啊，你逐天烦恼马仔毋知啥物型，后是啥物型，最流行。你若剃掉诶时，甲菩萨共款拢共型。那么伊出家啊。哦，一觉着，伊只讲老师啊，哦，原来叫做觉悟，安叫做觉悟咯，觉悟，觉着三千烦恼丝，觉着所有咱世间的代志，身躯上的代志，真济咧，拢有烦恼，啊，所以你若悟着，你就真快乐，啊，那么伊悟着以后咧，吼，即摆咧，是你金箍大头将佮放开，因为老师啊，我出家了唔对了。我安那唔对，我只师弟师傅拢放我啊，你有够好诶！要像我都爱对三个人起家，起家就阿母母家只等于去再去起道场，吼、哦！我都爱在母里面有继承的道场修行啊。还有啊，我再说说，啊，你又搁夹着啊，又搁夹着啊！哦，所以咱的觉性觉悟，时时拢会去夹着，学到也一样。世间的所有代志，嘛拢共款就对，哈、啊。啊，所以有咬有含嘛呢，哈、啊，以有智有义有智，世间有迄、那个有智慧的，甲有无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伊过着就真快乐；，那无智慧的人啊，一定过着非常的痛苦。哟、啊，哦，这点咱爱会记哩，哈、啊。我今为说。摩诃不捨婆罗蜜法，摩诃不捨婆罗蜜法，若须弥顶，各得智慧。那么今日咱六祖大师特别讲摩诃不捨婆罗蜜法，须弥顶，现在不是在座各位同修恁娘、恁的亲人、护法神、冤亲债主啊，等等嘞。哈、啊，各得智慧，要让大家得到智慧，要让大家得到智慧。所以智慧是无上之宝啊，无上宝。那无智慧的人，讲起来相可怜。
在要咱逐工行行行行，逐工行行行。好，至心至心地地听，我为你说，什么是至心呢？好，面顶一个书，下面一个心，就是爱有智慧的心，用智慧的心啊，一心要求这个法，要请这个法，了解这个法。哈，我为你说，哈，这善知识啊，咱爱称呼大家拢为善知识。老师在时咧，伫台视甲播发这个时段，嘛是拢哦，各位十方善知识。一听这个法，大家拢是善知识。咱爱称呼人善知识，咱唔免称呼善信大德。哈，咱同修啊，咱两讲哦，各位善信大德诶，哈，各位善知识，尊称他人，你得恭敬他人啊，各位善知识们，哈，无也是各位同修，哈，世人将之口念不绝。啊，不识自性不绝，哈、啊，犹如说食不饱，不饱，哈、啊，靠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啊！这点非常的重要。世间的人，哈、啊，每一天跟他嘴念啊，波折波折波折，大家拢讲波折，要有波折，什么都波折，大家都波折啦。哎呦，他三波四波嘛，波啊波到去啊！干了波折波折，我嘛听真的啊，要有波折哦，要有波折字哦，要有什么，拢无去行，无去做，靠念不绝，不识自性不绝，咱无了解什么自性波折呢？咱的每个人拢有一个生存的法则，拢有一个生存的能力。自性波折，每个人有拢有判断是非的能力。自性波折，每个人拢有求生存，每个人拢会当为他人服务的能力甲一心，拢是自性波折呀。好，那么在座各位拢嘛有自性波折，大家爱了解。俗话说，家己有偌重呢？家己爱稍微称看物仔咧，有诶，家己袂晓称家己。在即个讲伫大恩寺法会中间咧，啊，咱有一位信徒咧，啊，伊就讲要去甲人投资，好、啊，要去甲人投资一个食品，哈、啊，我讲你有偌济钱，啊，投资爱偌济，伊讲投资是爱1,000,000，我现在你有偌济，伊讲差10,000甲15,000中间俩。我你要分几个？无啊，一个都是1,000,000。啊，我目前10,000到15,000，我用个借啊，用提出来抵押来借，好，安尼我就用赚啊，我赚得行。我阿弥陀佛啦，你无了解你家己啊，你无了解你有几两重啊？哈、啊，你即摆呢？你若1,000,000，你去银行借呢，利息一个月爱超7,000到8,000。啊，一个月7,000-8,000呢？你一个月7,000-8,000，你有法度赚7,000到8,000冇？有哪本冇？伊讲唔知咧。吼、哦，啊你敢无？你问我要安收收这个利存多等下呢？伊讲3年后才有哪本？好好，我3年后本，一年都爱写100,000，一年才100,000利息，3年都爱300,000，你1,000,000就存700,000。啊，立柱你搁借了立立柱，哈、哦，三靠四靠，结果你3年后存无200,000，哈，安尼都唔敢歪去，我说人家歪去啦，我看啊，你这有够无迄个，你安尼无这观念，无这个性，你要甲人做生意，要投资咯，人无甲你歪啊，你是去立柱加去啊，哎，迄无人甲你歪咯，好安尼哦，我唔通啊。你爱称家己有几斤重？嘿啦，我都普通人，我嘛无啥物迄个，毋捌去甲人投资生意，听讲遐好赚，好，所以我就要借钱。我错去啊，无迄个觉性，无迄个智慧。
难忘。